早上好，我是徐爸。早上好，我是谁嘛？早上好，你说。今天是我们参加大声朗读的第262天。262天。是的。你是咳嗽吗？这首叫啥呀？你看，是我们的喵喵投稿的。爸爸像土豆。爸爸像土豆。嗯，喵喵。喵喵。爸爸像土豆，爸爸像土豆，当它融化了，当它融化了，它变成了土豆泥。它变成了土豆泥。对，喵喵，喵喵。爸爸像土豆，爸爸像土豆，当它融化了，当它融化了，它变成了土豆它泥。变成了土豆泥。对。那吃过土豆泥吧？土豆泥。第二首也是我们小朋友投稿的，《黑夜与白天黑夜与白天，》。艾薇，白云，艾薇，白天外面很亮，白天外面很亮，因为有太阳。因为有太阳，晚上家里很亮。因为有灯光，因为有灯光，那这首也很这妙。很有意思。对，白天外面很亮，白天外面亮，因为有太阳。因为有太阳。晚上家里很亮，晚上家里很亮，因为有灯光。因为有灯光，太阳。我们还有，我们要读好几首小朋友写的诗啊。这首叫做《鸟巢鸟》，巢，嗯，作者是我们的笑笑，笑笑，妈妈的怀里妈妈的怀里，就像个鸟巢，更像个鸟巢。我是鸟宝宝。我是鸟宝宝。晚上飞回鸟巢里，晚上飞回鸟巢里，睡觉。睡觉。真的，都很有趣。再来一遍吧。妈妈的怀里，妈妈的怀里，就像个鸟巢。像个鸟巢。我是鸟宝宝。我是鸟宝宝。晚上飞回鸟巢里，晚上飞回鸟巢里，睡觉。睡觉。真的。然后接下来是笑笑的姐姐，也就是点点写的，这个非常有趣啊。哭没有用，哭没有嗯，点点。妈妈说，妈妈说，哭没有用，哭没有用。因为如果哭有用，因为如果哭有用，对，就可以。哭着飞上天了，就可以哭着飞上天了。于是然后。我回头对弟弟说回头对弟弟说：“你哭没有用，你不没有用，你必须你必须先长翅膀。先长翅膀。”嘿嘿，太好玩这了，好棒真啊！的。再来一遍，妈妈说妈妈说，：“哭没有用。”哭没有用，因为如果哭有用，因为如果哭有用。就可以哭着就可以哭着飞上天了。飞上天了。于是，于是，我回头对弟弟说我回头对弟弟说：“你哭没有用，：“你哭没有用，你必须你必须先长翅膀。”先长翅膀。好棒啊！对，这种感觉很像就是姐姐对弟弟啊。这个小孩是吗？这个是点点写的呀，之前那下一首，首的话。下一首不是，下一首是杜牧写的，《江南春江南春，》杜牧，杜牧。嗯，唐朝的杜牧啊，《千里莺啼千里莺啼，
绿映红。绿映红。你就是绿映红。嗯。水村山郭。水村山郭。九旗峰。九旗峰。南朝四百。南朝四百。八十四。八十四。多少楼台。多少楼台。烟雨中。烟雨中。连起来读一遍。千里莺啼绿映红。千里莺啼绿映红。水村山郭酒旗峰。水村山郭酒旗峰。南朝四百八十四。南朝四百八十四。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多少楼台烟雨中。烟雨中。中，对。江南春天。江南春天。嗯，这首诗好像是做成歌曲的，这首叫往昔的时光。往昔的时光。作者叫彭斯。彭斯。他好像是美国人吧，还是英国人，忘了。老朋友哪能遗忘。老朋友哪能遗忘。哪能不放在心上。哪能不放在心上。老朋友哪能遗忘。老朋友哪能遗忘。还有往昔的时光。还有往昔的时光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老朋友。老朋友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往昔的时光。再干一杯。再干一杯。友情的酒。友情的酒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对的。很好玩，对不对？有重复的。对，全都是时光，时光。真的。往昔，往昔。对，把第一段再读一遍吧。老朋友哪能遗忘。老朋友哪能遗忘。哪能不放在心上。哪能不放在心上。老朋友哪能遗忘。老朋友哪能遗忘。还有往昔的时光。还有往昔的时光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还有为了往昔的时光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老朋友。老朋友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再干一杯。再干一杯。友情的酒。友情的酒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为了往昔的时光。你知道往昔是什么意思吗？往昔就是过去的意思，已经消失的时间，就是。来看这首吧。海浪。海浪。对，张清豪。张清豪，你画的还真像海浪。对不起。海浪是沙滩的妈妈。海浪是沙滩的妈妈。总是趁沙滩宝宝。总是趁沙滩宝宝不注意的时候，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亲他，偷偷亲他，真的，涌上来亲他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我的脚都被弄湿了。嗯。读一首经典的哈，绝句四首。绝句四首。其三。其三。唐·杜甫。唐·杜甫。嗯。不知道。两个黄鹂鸣翠柳。两个黄鹂鸣翠柳。一行白鹭上青天。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。窗含西岭千秋雪。门泊东吴万里船。门泊东吴万里船。哎，我喜欢你这个读的。这个是凯糊涂读过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怪不得。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哦。他读的是那个。两个黄鹂鸣翠柳。两个黄鹂鸣翠柳。一行白鹭上青天。一行白鹭上青天。
窗含西岭千秋雪。窗含西岭千秋雪。门泊东吴万里船。门泊东吴万里船。是的。我觉得还真像个门。对，作者是杜甫，杜甫叫老杜，刚才那首。老杜。对，刚才那首《江南春》是小杜，杜牧，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啊。哎，你看，小杜又来了。秋夕，秋夕，嗯，杜牧，杜牧，对，小杜写的。老杜和小杜。银烛秋光，银烛秋光。冷画屏，冷画屏。轻罗小扇，轻罗小扇。扑流萤，扑流萤，对。天阶夜色，天阶夜色。凉如水，凉如水。卧看牵牛，卧看牵牛。织女星，织女星。是的，这是夏天快结束，秋天到的时候。牛和织女。银烛秋光，冷画屏。银烛，银烛秋光，冷画屏。屏，对。轻罗小扇，扑流萤。轻罗小扇，扑流萤。对。天阶夜色凉如水。天阶夜色凉如水。卧看牵牛织女星。卧看牵牛织女星。星，对。卧就是躺着的意思。你们的房间就叫卧室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卧，就是躺在那儿看天上的牵牛织女星。好，我们来读一首大人写的吧。致大自然。致大自然。对，一。作者叫赫尔德林。当我还在，当我还在，你的面纱旁，你的面纱旁，游戏，游戏，哎，还像花儿，还像花儿，依傍在你身旁，依傍在你身旁，还倾听你，还倾听你，每一声心跳。每一声心跳，你将我，你将哦不对，是他将我，他将我温柔颤抖的心，温柔颤抖的心环绕，环绕，嗯。当我还像你一样，当我还像你一样，满怀信仰和渴望，满怀信仰和渴望。站在你的图像前，站在你的图像前，为我的泪，为我的泪，寻找一个场所，为寻找一个场所，为我的爱，为我的爱，寻找一个世界，寻找一个世界。对，我们还有一分钟不到，接下来把第二段读一下。当我的心，当我的心。还向着太阳，还向着太阳，以为阳光，以为阳光，听得见它的跃动，听得见它的跃动，他把星星称作兄弟，他把星星称作兄弟，把春天当作，把春天当作神的旋律，神的旋律，当小树林里。当小树林里，气息浮动，气息浮动，你的灵魂，你的灵魂，你欢乐的灵魂，你欢乐的灵魂，在寂静的心，在寂静的心，应该这么读，在寂静的，在寂静的心之玻璃，心之玻璃，摇荡，摇荡，那时，那时。金色的日子，金色的日子，将我怀抱，将我怀抱，是的，是的。这首比较难读，也比较难懂，我觉得。这首比较难读，也比较难懂。来到最后一页吧。
今天我和二十三人一起大声朗读。我觉得我有点开心。星星眼，有点什么？是不是有点？爱心眼睛，我停了，暂停了，开心开心。